我现在在录一下哦，我还在跑那个。嗨，胖丁。嗨，哎，看不到我。可能要低一点，对，真的。欢迎大家，我们在 Yamaha Music and Life 成品信义店直播。Hello， 新年快乐 ！Happy New Year 哦。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穿的非常的可爱？而且你看后面，噔，还是米妮的。嗨 ，Hello， 欢迎有点克鲁剧场工作室，欢迎月翔，欢迎 Takashi。今天是初二，过年初二，我们在信义成品店 live。对啊，信义雅马哈。好的。这一件大概是我一年，我发现我站起来那个头就会不见了，你看，还是要把镜头抬高一点点。真的，可是等一下，好这样子。嗨，这一件大概是我一年中唯一这一次会穿吧，因为其实我红色的衣服不多哎。而且你知道，其实我家里它原本这边啊，还有一个蝴蝶结，多可爱，很大的，可是我今天没有带。先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长笛姐姐，然后在我旁边的是段新瑜，钢琴家段新瑜，然后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过年的时间跟大家一起 say hello， 然后我们两位一起回来 Yamaha Music and Life 成品信义店。对啊，人家一起线上，我们初二回 Yamaha， 没错，然后一起用音乐线上演奏，欢迎大家。那我们今天的演奏的曲目就是带给大家几首最近流行的歌曲，然后演出的编制，我今天带来的是长笛，然后段段是钢琴。Hello， 哇，新加坡的朋友好，看到吗？因为我在这边看留言。对，其实在那边看到。可是我怕我这样讲话会太小声，因为其实这边是开放式的。欢迎月翔。放丁说我今天没有在新衣哭哭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改天约。好的。嗨 ，Ada， 哇，欢迎一楼老师。Amy 说段段好可爱，哪有你可爱啊？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应景的来一下。那我们第一首新年。对。第一首叫新年吗 ？Leslie 也知道段老师哎，好酷哦！谢谢支持，欢迎雪雪。嗯，我们第一首歌曲是，对，新年到，放。好啊，我突然间觉得谱好小哦，超级小，来搭配一下我的谱。噔噔噔，看不到，大概跟我的头差不多，这么的迷你小。对，我现在要看谱了。来哟、哦。好、哦。我看一下我怎么样的角度比较好，这样。OK。OK。先这样。好的。Thank you.
合作哦。对，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在线上。我发现我要换座位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坐我旁边？等一下哦，调一下哦。好，调一下。可以，没关系。好，我屁股够响。嘿嘿。对啊，我们今天第一次合作，然后其实我自己觉得默契非常好。我们刚大概之前有在这边先练了一下，但其实时间不多，所以。对啊，我们今天，而且非常开心。我觉得就是有默契到可能走一次，然后讲一下哦 ，OK， 讲。没有，我以为要我觉得我的手很可爱，而且你的刚刚那个很像你的手哎、欸，就是对啊，它就是可爱哎、欸，对啊，欢迎大家，对啊，谢谢宗林，哎、欸，你念，你知道念念吗？念念哦，念念，哦，我知道啊，大牛，我在看大家的留言，好，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。线上演奏呢是长笛姐姐，嗨，然后段心宇钢琴家，对，耶、yeah ，然后我们在两边的钢琴妹妹，哦，不要了，还是不要好了。对，我们在两边的直播的那个脸书一起直播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这边现在右边一台，左边一台，没错。然后我都不知道看哪里，不过看这边最聪明了。对，就因为其实距离有点远，看不太到。刚刚有人说有在古典好好听看到段老师的直播，好厉害！谢谢，谢谢 Leslie。OK，Hello，、okay, 欢迎国际。大家晚安。哎、okay ，今天初二，现在这时间应该都刚吃饱，吃完晚餐。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刚好复习一下新年快乐的哦，德文跟法文版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我德文版呢、啊嗯，因为我每次都觉得德文啊，它其实声音听起来都很低，嗯、所以我每次都要清一下我转换一下你那个声音的频率。对，好，德文版的新年快乐呢，就是 Frohes Neues Jahr， Frohes Neues Jahr， Jahr， OK。然后我知道的法文版是 Bon Nouvel An， Lune。Bon nouvel an lune lune， 嗯，就是农历的新年快乐。我觉得我是来乱的，我还是去后面好。这是我跟 Wendy 老师学的 ，Wendy。OK， 来，我们的下一首曲目准备好的是，你觉得哪一首好呢？来看一下哦，先来个嗨的好了。嗨的吗？比方说《因你而在》。或者是不为谁而作的歌，或者是旅行青蛙也是可以的哟。旅行青蛙我觉得太可爱，应该要放在最后。太可爱要放最后。超可爱的口袋。要学德文，好啊，来，我们来学德文。然后就开始讲，不能讲中文了，要讲德文。爱你们哟，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写爱你哟。哎，那我们就不为谁而作的歌好了。好。哎，这首我们刚没有。对啊，看一下，反正我就是拉巴拉巴拉西都进来。好啊。哇，来现场版，这真的是现场版。Thank you.
片，林俊杰的《不为谁而作的歌》，以长笛搭配钢琴演奏给大家听。哇，谢谢大家！大家听那个声音的平衡，就是长笛跟钢琴的声音平衡，都还 OK 吗？嗯，还 OK 吗？为什么我这边的留言没有更新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哦，有了。欢迎 James， 哇，感谢 James 也在线上收看哦。笛子声音很大，很大声是吗？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调整？不然就是往后一点。你是说我往后一点？嗯、摆个中间，哎、好，这个点很棒，我看到，哒，这是我的第一张钢琴创作专辑，然后我在4月8号礼拜天下午2:30，在台北松烟成品开第首，等一下我突然间紧张，等我一下，好，反正呢就是4月8号下午2:30有我的音乐会，专辑音乐会。在成品松烟音乐厅，欢迎大家来哦。然后售票讯息啊，在我的脸书官网上面，而不是官网，粉丝专页，我还没有那么厉害到有官网，粉丝专页上面都会有哦，有讯息，欢迎大家去购买哦，因为真的很好听。好，回来，有人帮你想是首映会，但是他应该是首发表会。是啊，谢谢卡卡西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今天大年初二，耶、yeah, ！我们的下一首歌曲来一个，温馨的是吗？那就是我喜欢上你的内心活动。好呀，我们来一个我喜欢上你的内心活动。这首歌的名字。对，还蛮长，我每次都怕念错，因为都要看着他念。而且我其实有看到他取名叫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。哦，有时。对啊。所以应该是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，是那个陈绮贞。我们来电影《我喜欢你》的主题曲。对。我们来文青一下。我们本来就文青。Let's go。Thank you.
是我喜欢少年时的内心活动。谢谢 Amy。我发现大家都有帮我留言。4月8号下午2点。好可爱哦。声音刚刚好哎、欸，谢谢胖丁。表示胖，我们胖丁很认真在听。好，我刚好吹小声一点。好，因为其实这边是开放式的空间，然后这边的雅哈哈呀，他们在台北信义诚品店6楼，所以大家平常有空的时候啊，来到这边逛逛都可以走进来哦，因为这边的乐器都是免费让你们可以试弹体验的哦。对，他们最近有活动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体验，你要讲的是体验吗？对，对，他们最近有一个活动呢，就是30分钟免费体验课，对，然后他们这边有，比如说流行钢琴、古典钢琴、爵士鼓、长笛、大提琴，还有萨克斯风，还有吉他，对吧？欢迎大家。还有漏讲什么吗？但也在后面，超专业的哦。对啊，但是30分钟免费课程哦，可以欢迎报名一下，因为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就甘心耶。对，怎么讲，就是很感动的意思，我台语不好。然后可以就是报名，对，免费的30分钟体验课程。然后如果怕乐器没有的话，比方说假设你是新手，然后你可能想要报名像长笛好了。可能没有乐器，那你可以来到现场，就只要报名人来就好，然后乐器我们这边还要提供。人来就好。对啊，真的很好这样子。对，等一下到了最后啊，其实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空间，因为这边就是你想到就是刚刚说的那些乐器啊，这边都有，现场都有，所以不用怕没有乐器啊会怎么样，这边都有提供，好哦。有人说想要玩长笛呢，我觉得他们比较想吹你的长笛。有人说金城武喜欢你的配乐很棒，所以这是一个电影吗？金城武的电影吗？喜欢你的配乐，就这首啊？对啦，是没错没错，就是刚刚那部是喜欢你，没错，啊，超好看的。所以有人很发现默默的大家蛮 follow 这首歌的，好诶，下一首。想要来一个，好，我们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歌单，然后让大家选好了，要吗？好啊。我们目前还有的歌单有刚刚谈过的林俊杰的《因你而在》，然后旅行，刚刚没有谈过，就是林俊杰的，刚刚对对对，我要讲的是作曲家，歌手名字林俊杰的另外一首歌《因你而在》。好，然后还有呢，旅行青蛙。然后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， 然后大龄女子等你下课，追光者，6首歌曲，大家想要优先听哪一首吗？你知道，因为我们两个今天就是很开心的选了我们都很想要的歌，所以其实选的曲子我们自己都很喜欢，变得好难抉择那个顺序啊。我们的常同学说，你不可以这样看镜头，他会移情别恋。你要移情别恋也是可以的，也是不行吗？行不行哦？我是不会介意的。拜拜。那个人笑容背后，笑容背后是代表的是，对，你试试看哦。好的。旅行青蛙最近不是很红吗？对啊，那个游戏没错，我每次都看我朋友脸书上面，他今天出门了，我没有给他东西吃，他会饿死。好，有人点等你下课，两个人那就等你下课喽。好，然后我这边是追光者，那我们就待会等你下课结束追光者。OK， 来，等到下课，然后第二次我先走后再回来。第二次我来。
哇，真的是惊魂呢、欸！真的，看我都跑掉，不知道我的谱怎么还是用钢琴片档？噔噔，这是我的刚刚的钢琴谱，这是整个会失焦的感觉。对，这是我的钢琴谱。不错啊，但是还是有人说我们剧员说配合很好，然后好。我刚才哦，所以还是用纸张印出来是比较保险的。可能是因为你要把它拍成 PDF 档比较好。你这是 PDF 档吗？是照片。哦，那你就把它开到 iBook 里面，就是比较保险。嗯，因为之前好像我也没有看过这样。谢谢 Amy 称赞钢琴旋律好好听。对啊，支持一下段心瑜。他是你的整个 title 叫什么？钢琴家段心瑜，还是段心瑜钢琴家？哦，没有哎、欸，我的粉丝专业名字就是我的名字，就直接我的名字段心瑜。好，段心瑜支持。对啊，谢谢 Amy 的称赞，耶！学学喜欢的，等你下课我们演奏完毕了，希望你们喜欢。那下一首我们要带来的，我的朋友都说难得看谱。哦，真的吗？因为我平常不看谱。没有，其实我是周杰伦的迷，但是今天这一首我第一次听。啊！还敢说是他的迷？不合格。对，这首是我开的歌单，所以合理。就是，但我觉得真的好听。好听。再来一首《追光者》，连续两首都是常丽姐的歌单，你要呼应一下。真的很感谢粉丝们给的歌单建议，然后也是大家喜欢的一系列歌曲，《追光者》。等你下课都是最近很流行的歌曲。对啊，其实流行歌平常也不常弹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练、欸、是我觉得对追光者，只是感觉就是我也是好像去年开始吧，开始狂练流行歌。我之前真的是被点，然后我说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这首歌哎、欸，没听过，然后怎么样。可是因为其实。我觉得因为要让大家都喜欢音乐，然后推广一下音乐啊，然后长笛演奏，所以我觉得就可能要多涉猎每一个 style， 每一个区块的歌曲。应该是说，因为我觉得啊，虽然我们平常比较常接触是古典，我坐在这边好，他们声音听不到，就是平常我们啊，对我们来说常接触的是古典乐。然后，可是古典乐也有很多人是喜欢的，那流行乐也相同，很多人是喜欢。那我觉得，就是风格，还有它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。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演奏古典乐，那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排斥，所以会演奏流行乐。搞不好下次我们就来个爵士。对，真的可以。不要，这有点整死自己。爵士可以啊，爵士真的很难，很多人喜欢。然后对，也是，对啊，我也觉得蛮难的。我其实有学过两堂课，真的，哎，没有，不止三堂。嗯，搞不好我的爵士老师现在就在看我的直播。真的，没有，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难，因为他要对一些和声、乐理是要非常了解。嗯、然后当他们演奏，或者是当他们现在要即兴的时候，哎，那脑筋是要动很快的。同意、嗯。那我们的困难其实就是背谱，对我们来说。Okay. 好哟，好。欢迎建章，欢迎 Jeff。接下来我们要演奏的歌曲是《追光者》。其实这首我今天也第一次听。Thank you.
好听，这首歌很好听。因为其实我，我太专心看留言了。嗨，欢迎俊月，欢迎 Annie 说太动听感动呢，欢迎关迪，欢迎六六六六的花柚子。其实我们今天也一方面是交流歌单啦，因为我开的歌单跟各种的歌单路线真的不太一样，然后我发现。就是我们今天等于也学到了两份，就是我的复习一下，然后段段的是新的歌单，这样子就还蛮不错的。可爱，我交流。他妈妈很喜欢这一首，然后让他妈妈来看。妈妈好 fashion 哦，怎么可以这么 fashion？ 那下一首妈妈可能也会更喜欢，就是大龄女子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诶。我发现其实我们下次可以就是用分享的，这样我们留言就会同步了。哦。对，有人说下次可以来个古典场地直接，真的哎，对啊，我们下次就来哦，真的哦，古典场地之夜。OK， 下一首是彭佳慧《大龄女子》，这是段段的歌单，对他刚刚说这是他超爱的歌。啊，算了，不要让大家看出我的心智年龄。好的，六进来。Thank you.
听。对啊，好听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平常这一首啊，我都是钢琴独奏版。哦。对，所以今天大家其实是第一次听到合奏版。对，不错。下次再来一个长笛、大提琴三重奏版好了。可以哦，很棒。欢迎宝玉旺，谢谢国志，欢迎，谢谢 Amy 的称赞。然后俊宇也很喜欢，有人说妙龄女子吹奏大龄女子 ，OK， 这是一个那个什么绕口令。谢谢 Jen。怡珍说，不是怡姿，我太想念怡姿了。对啊，然后哎，怡珍说过年听你们的演出好快乐，也祝你们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谢谢，新年快乐，大家都恭喜发财。好。再来，我们还有的歌单曲目有。我们来 Beautiful Love 好的。好。因为这首其实我也，怎么感觉我点的都是我很爱的歌？蔡健雅的歌。对啊。好耶。然后这一首歌也是要送给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人。嗯。是谁呢？哈哈哈。噔噔噔噔，开始要揭晓那种。噔噔噔噔。锵锵锵。后面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敲边。怎么？不是是看看，是看看还是不要？好的好的。是要公布的意思吗？没有啊。没有耶。非常浪漫的一首歌。Thank you.
大家拍拍爱心。欢迎 Eileen， 大家可以用一下 Eileen Chalist， 是我们的大提琴好朋友怡姿。刚刚那首歌是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。对呀、啊，感谢大家线上的收看哦。哇，建章在帮我们吟诗。歌单是不是只剩下最后一首啦、啊？对，好哦，好吧。那在播的之前呢，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还有两首哎，还有一个因你而在。对啊，嗯、哦，旅行青蛙，我怎么把青蛙忘记了？好啦。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下，我们现在人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台北信义诚品六楼 Yamaha Music and Life， 这边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多乐器，然后都可以来到现场去亲自去体验，然后都是免费，然后现在有活动30分钟免费课程哦，欢迎大家来到这边。然后因为非常非常谢谢他们提供场地。对，给我们直播，在过年的时候可以直播给大家听。然后4月8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，记得来松烟诚品。我发现都是诚品哎、欸，对耶，我可能要跟诚品去签一下什么短期合约之类的。好，4月8号下午2点半在松烟诚品表演厅，在 B 2。然后有我的专辑音乐会，然后里面10首曲子呢都是我创作的，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编曲家也帮忙我，所以它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专辑，非常温馨、浪漫、感人的专辑。对，有买的人都知道，而且它是伯克莱的演奏类排行榜第1名。哇，真的很厉害耶！啊，之前啊。很厉害啊！对，大家请去两厅院售票购票，对对对。然后很多很多讯息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都有，大家可以去看。好 ，OK。接下来是，我们剩两首歌曲，对，准备下班了。我们还有一首是《因你而在》以及《旅行青蛙》。嗯，你说可爱的歌在最后吗？还是也是可以先旅行青蛙好了。好，虽然我没有玩，但它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啦。大家知道是哪一只吗？它是一个 app 的游戏，然后就是下载旅行青蛙，是日本的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有些就是有一些网站还会教你，就是虽然看不懂日文，但它会告诉你怎么选。对，但是不难，因为至少我已经完成了命名的动作，应该不难。然后还要采收幸运草，耶、yeah ！好的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旅行青蛙要来玩一个小游戏哦，就是呢，待会因为它其实短短的主题，大概才4行而已，所以大概不到30秒左右，就一遍，有这么短？对，然后呢，我们会反复不知道几次，然后这个不知道几次呢，大家注意听。然后听到就是几只青蛙就帮我们留言，嗯，好，提示哦，跟上次答案不一样哦，注意听，注意听 ，OK， 那我们要来旅行青蛙长笛钢琴版青蛙的图案哦，对，青蛙的图案留言，对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看两边的那个听众们的那个听力测验，还要该打分数，对，打分数，然后我们来检查，好哦，好。Thank you.
不知道想要第几次了。这是第几次？第几次？第几次？答对了，有人第哇 ，Leslie 好厉害，马上马上马上答对 ，Bingo！ 来看你们那边，我这边好，有人直接写数字，哦，有人直接写数字，有有有，但也是对的。那我们一起来公布答案喽。哎，有人发现我一直笑，其实我刚刚就转头看你，然后我发现。其实我还蛮有好处的，就是我嘴巴可以一直笑，然后但是你都没有办法 笑。对，如果我笑的话，对，没办法。哇，不错，哎，大家都很厉害，都听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公布答案，全对，就是五字，恭喜，耶、答对。所以大家其实真的都很认真听，哎，而且我刚刚发现，就是这个游戏的好处就是大家就会留着听你。所以我们以后就是那个主歌几次啊，对啊，副歌几次啊，每一首间奏几次啊，对，我要写曲式了，然后下次播是什么调？好难哦，老师。好哦。还蛮好笑。耶、恭喜目前有 Leslie、Amy、心情、柚子、Amy 跟玉婷答对，恭喜恭喜！然后这边也很多人答对了。对啊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我也是很多人答对，五次五次。然后他们都觉得很好听，很轻快，就很舒服啦。对啊，这首歌是疗愈之歌哎、欸。怎么办？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叮叮噔噔叮叮，回去下载，回去下载。我不行。俊元答对了 ，OK， 好。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，林俊杰《因你而在》，然后要对感谢今天大家线上的收看，也感谢新鱼今天一起线上演奏。对啊，感谢你。哦，我以为有粉丝名字跟我一样。哦，有人说简直就是洗脑啊。对啊，真的很洗脑。来吧。
曲，然后献给今天所有大年初二一起看我们线上演奏的好朋友们。嗯、然后再次感谢段馨宇，谢谢。然后感谢昌帝姐姐莉莉，谢谢。那我们就大家祝大家，我下次真的可以来个就是古典二重奏，要我觉得可以。但是我们全部开古典歌单。不会， yeah. 其实也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古典音乐。好，好哟，耶！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，感谢大家。我们四月八号见。好。啊，应该问四月八号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大事呢？赶快留言，赶快留言哦。好哟，那我们下次见。我们下次见。好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我的小手，可爱的小手。好，其实我们是要自己走过去。对，旁边有人会帮我们管。对，没办法声控。好，哎，那个。好啦，拜拜，感谢大家线上收看，欢迎按赞一下，分享一下，来这边，拜拜。啊，我的小手。